那你妈呢？大姨妈来了，是窦大姨妈。你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妈叫我过来相亲的。大姨妈，大姨妈。哎，你好，那王爷叫过来。哎、啊，这那他呢？哦，我是他表妹。不管他，不管他。啊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搭车过来的。啊那你们吃了吗？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哎、要不你们坐会儿，我给你们带点饭。好。长得还不错哦。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不看你长什么样子？人家要追求啊。你照镜子吧你。这来了来。听说你买房子了？哎。哦，还没买。好、哦，那你买车了吗？哦，完了。车子我才学的驾照，都还没买。嗝屁了，那你有啥呀？我蛮会拍照的，我拍照蛮厉害的，不然我给你拍照什么呀？拍的好看。你平常不是拿手机拍的吗？相亲要显得专业一点嘛。